上礼拜我把桌机的萤幕送修之后，就一直在寻找临时替代的修图笔电。我还记得在卖场第一眼看到这台笔电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明白这块萤幕就是我要的。入手之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校色。通常一块好的屏幕色彩的偏差会非常小， Delta 一小于二就可以称得上是一块准确的屏幕。而这台笔电的色彩误差竟然来到了Delta 1.5， 17寸的大小，配备了完整的数字键盘，有三个 USB 接口加标准的 HDMI 加 USB Type C， 但是整体的重量却很轻，只有 1.3 公斤。我尝试带它出门修图，在不插电的情况下，我从下午1点钟开始使用，到了晚上7点，还有10%电量。不要问我花了多少钱，因为在刷卡的当下，我这个月的薪水也只剩下10%的电量。